肾强迫症会好担心将会发生一啲唔符合自己要求嘅事，严重落去嘅话，我担心会变成焦虑症，甚至系妄想症。佢一直都知道自己有病，只系根本唔想去处理，同我一样。Feel TV 原创剧《心灵师》结局篇，星期一至五晚9:30。